吉尼斯世界纪录公认的世界纪录终极权威。这其中有些纪录让人叹为观止，而有些却十分奇葩，比如下面这些。世界上指甲最长的人，你最长有多久没有剪过指甲？来自美国的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他的舌头经测量长达10.1厘米，他表示自己的舌头不仅能舔到鼻子，还能舔到肘部。同样，美国女孩 Adrian 也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舌头，她能舔到自己的鼻子、下巴、手肘，甚至是眼睛。不知道这么大的舌头平时吃饭说话影响吗？体毛最长的人，虽然人类和猿猴拥有共同的祖先，但是人类最终成功进化。你能想象有人像猿猴一样浑身是毛吗？艾米丽·苏珊是世界上体毛最长的人，她的父母都是正常的白种人。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极其少见的返祖现象。不知道她夏天是怎么熬的。